果。没错，水果的排泄物也是果实，据说很美味的。以后吃水果都省钱了。养啊，来，我的氪金辣化肥全给你。不能养啊！才不是。植物修狗虽然看起来有很多优点，但是繁殖极快，有水就能活。由于不正确的饲养和大量复制，未来街上到处都是植物流浪狗，会导致自然链产生破坏呀。我不信，一个修狗狗能有什么错呢？如果是刚才吃的苹果，这么会功夫就长出新的小狗了。现代人根本驾驭不了植物狗，我要全部带走。看招，我敌更爪。我已经全都明白了，是氪金拉化肥。未来植物狗的超级成长速度，这氪金拉化肥已经突破了狗的智慧，成超级生物了。区区小狗也想挡住我，我提钢爪，百万马力。坐。啊！我不相信。大狗。魏博士说的没错，我和我的子民确实不能留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去其他宜居星球生存。总有一天有缘，我们会再见的。